大家好，我是阿豪。之前呢，我们小院自己打的这个小棚子，然后这现在经过时间的风吹雨打，然后现在慢慢的变得破败不堪了，这个四处漏风，有的地方都已经坏掉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去外面弄了一些这个铁皮，然后我们准备把它重新修缮一下。这会儿应该快到了，我们因为车开不进来，我们得过去去拉一下，扛一下。走吧，我们现在去。现在呢，我们这个小棚已经弄得差不多了，现在就差一个顶棚没有弄上。然后把这个顶棚弄好之后，明天呢，我们会第一时间把这个防水的布给做上，省着它下雨的时候会漏雨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撞上的问题，这个小家伙呢，现在呢，这个恢复对之前来相比的话好很多了。然后现在壮壮呢也能够吃得下饭，每天呢我们就趁着这个天晴、太阳好的时候带他去外面晒晒太阳。然后小家伙现在我们也考虑说带他去做手术的这个问题。本来呢我们是和医院这个对接好了，准备要去的时候，现在又开始接到通知，因为这个口罩的原因又过不去了。我们现在呢也是非常焦急。所以说，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这个配合。
等到这个道路恢复之后，我们也会去带他去考虑做手术的问题。也谢谢大家的关心。小院呢，这个目前一切都是往好的方向去发展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